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开经前，我们恭恭敬敬的念三皈依。这是去年在斯里兰卡讲经，小乘法师们祈请的。他告诉我，讲经发挥当中，有情无情众生很多，有没有皈依的，在这个时候，通通都受了三皈证受，这个建议非常好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啊。我们在讲经之前啊，就等于说传授一次三皈啊。三皈是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每一天不能缺少的功课啊，最简单的功课，早晨打个三皈，晚上啊也打个三皈，这是最简单的早晚课啊。这个寺院安堂，所以这个很有意义啊，也非常之好，我们都接受了。现在呢，请看大经课注第500页啊，500页第五行啊，第五行第二句，又涅盘经云，光明名为智慧。这是讲啊极乐世界的众生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身有光明，顶有光明啊，顶是头部有圆光啊，身上也放光。光明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智慧里头透出来的啊，所以涅盘经上说，光明呢名为智慧啊，智慧跟光明是一，不是二。智慧是体，光明是它气的作用啊，也可以说它是现象。又大慧禅师，他说的好，只以此光玄妙法，
这个光记住经上讲的光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明心见性，于是无论现什么样的身，他所宣说所示现的种种妙法都是这个智慧为他的离体啊，那么他的说法他的表演都是他的相，是他的作用啊，这就是以此光宣妙法，说事法了即是此光明。以释迦佛做例子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是自心般若啊，你要问自心般若在哪里，这大藏经就是的，释迦牟尼佛透出来。如果我们的光明出现了，就可以用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来做印证。如果我们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跟佛经里的说的一样，那就是说我们的光跟他的光，我们的智慧跟他的智慧是一不是二啊。为什么别人诵经，慧能大师听到了，全都明了。无尽藏比丘尼诵涅槃经，法达禅师诵法华经，啊，慧能大师在旁边听，听完之后讲解给他们听了，这两个人都开悟了啊，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。我们今天流出来的是烦恼，不是智慧啊。佛跟化身菩萨他们流出来的是智慧，不是烦恼，自性本具，证明佛在华严经上讲的话是正确的啊。华严上佛说一切众生包括你我都在内，借由如来智慧的相，这些经典是如来智慧，自性智慧啊，如来就是自性，如来就是真心，你用真心，你用本心，这个智慧就流出来，跟佛没有两样啊。由此我们就能体会到佛经看不懂要不要研究呢？现在要啊，实在是研究没用，研究也不懂，那不需要研究的。那要是只要去念，只要去读，恭恭敬敬的读，忽然有一天自然就蹦出来了，就全都明白了啊。那就是古人讲的其义自见，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外来的需要学习，这不是外来的。那佛告诉我，外头根本就没东西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
自信变现一切法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所以只要你用真心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麻烦是我们用的全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那就晓得慧能大师用真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？什么样子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你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它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用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妄心，没有妄心啊，那个作用就是真心，真心就一切通达。你不问他不知道，他心清净，什么也没有。你问他说，随问随答，答出了是妙慧啊，绝妙的智慧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给你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有一定定功功夫的人听到了，他就大悟，就大彻大悟啊。没有定功不行了，定功要到差不多跟他相等，就还差那一点点，他一提起你就突破了，你也彻悟了。啊，这些理论跟方法非常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求知？就是求不到，求了一辈子都还是迷惑颠倒。什么原因？不懂理论，不懂方法啊，用错了心，用错了方法，所以一生智慧不开啊。啊，佛门的教学目的就是叫你开智慧啊，决定不主张多闻啊。佛家主张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佛法主张。啊，一定要你自己，一定要你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修行、读书的目的。啊，不重记闻之学，就是你记得很多，啊，念得很多，很广很博，佛法不重视。佛法重视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今天早晨，定弘思从台湾打个电话给我，他在那边学戒律，现在已经三个星期，啊，一般讲呢，习惯已经很熟悉了，啊，非常欢喜。我嘱咐他，他问我们大家好，啊，学佛不从戒律上扎根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反对劣等啊，赞成
循序渐进，好像念书一样，一定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要循序，这是对的。啊，劣等佛不赞成。经典里面有文呐、世尊说，佛子教着大家，佛弟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这是经文。啊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佛不承认你，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。那么佛的基础是戒律，不从戒律上下手啊，佛不承认你是他的弟子。啊，受戒那是形式，形式不重要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就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仪式有没有没关系。啊，譬如持戒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不杀生这条戒，你真正做到了。对于再小的动物，你都不会去伤害它。那这条戒你没有受啊，但是你已经受了。啊，佛那个地方承认你受了。你并没有在出家人面受戒，佛承认你受了。你在出家人边上受了戒了，没做到，佛不承认。啊，这就是佛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形式是干什么用的？是表演，像舞台表演，给一般不信佛的人看。哎，看到有这么好的规矩啊！哎，这么好的方式，他动心了，他想学了。啊，是佛法招生的一种方法。啊，用佛谦虚，不敢称老师。啊，所以佛不可以招生。啊，招生说，我有资格做你老师，佛不会。啊，佛是你自己来找他的，不是他找你来。啊，所以佛法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啊，这是师道啊。老师教学生谦虚，谦卑恭敬，老师自己先做到。他不做到，怎么能教人？啊，招生就好像有一点夸张啊！啊，我有能力教你，啊，我比你高明，你可以来到我这学习，啊，就有这个味道在。啊，那么佛不招生，学生从哪来？只有让佛的老学生表演，做出样子来，让人家看，看到感动了，哎，这个地方是不错，我来学习学习。啊，用这种方法引导大家来学习，啊，而不这个用明显的方法啊来招生，佛不用这个办法。所以佛的日常生活。佛的工作是教学，待人接物。这个法就说这些，啊，是法，即是此光明，自性本有智慧透露，智慧透露在身体上。
身放光啊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说你的气色很不错啊，光彩殊胜，也世间人也这么赞叹。那么佛与众菩萨，他们三大类的烦恼都断了，分别执着不但断了，习气都没有了，啊，起心动念断了，还剩下有习气，这些人住十报庄严土，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称他们是化身菩萨，啊，有等级，啊，就是程度有高下不同，有41个等级。这41个等级，就是他带着无始无明习气还有多少，带得多的地位就低，带得少的地位就高，一共有41个阶级啊，到等觉这第41个阶级带得最少，他那个最少断掉了，他就升级了，他不是菩萨了，他成佛了，啊，再成为妙觉，等觉上去成妙觉，妙觉才是真正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正等正觉就是指的41个位次，从初住到等觉。这41个位次叫正等正觉，妙觉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那么阿罗汉跟辟支佛是正觉，不是正等正觉。啊，化身里头要正等正觉才成化身菩萨。阿罗汉、辟支佛没有正等，所以他们不在这里。啊，在这个里面才叫真佛，虽然不是究竟圆满，是真佛，啊，天台大师用6种说法，啊，为我们解释佛的意思，叫六即佛。啊，第一个，从理上讲。理上是讲自性发性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大家平等，从理上平等都是佛，从事上讲不平等，事上什么有迷有悟，迷有前身不一样，物也有前身不一样，啊，迷的是凡夫，悟了这就圣人，圣有小圣有大圣，换一句话说，小悟，阿罗汉是小悟，辟支佛也是小悟，啊，全教菩萨虽然比小乘高，没见性，不算大悟。这个通常经上讲的三乘，就是指这三种人：声闻缘觉菩萨。啊，真正大彻大悟，这叫化身菩萨，初住以上。啊，在四上讲，他们平等。
在理上讲，他们也平等。啊，可是事上平等了，他还有习气，习气虽然没有大障碍，他只有一个障碍，障碍你不能回归常寂光。除这种障碍之外，他什么障碍都没有，所以他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、神通妙用，跟妙觉如来几乎没有差别。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，分身真管用，不是不管用。啊，分身做什么呢？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。啊，每一尊佛世界都有他。供佛是修福报啊。供佛完了之后，一定听佛讲经说法。啊，诸佛与法身菩萨，没有不讲经，没有不说法。讲经说法是求智慧呀。你看看这一处分身出去，福慧双修啊，那一天所修的福慧真的就是无量无边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修一百年，修一千年，修一万年，抵不得人家一天。人家一天的修学超过我们太多太多。十方诸佛刹土，十宝庄严土里面，法身大士，个个有这种能力，有这种神通啊，修到这个境界，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中国佛教从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快两千年了，两千年修行到这个地步的人有多少？我们一般保守的估计大概3000以上。就不得了了。非常可观了。啊，这些宗门教下，显教、密教成就的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成就，超过古时候印度。啊，这个里头没有算净土。如果把净土包括进去，净土往生就成就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不是靠自己本事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的。这个得来很容易，起的作用效果绝不亚于那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们。啊，他们靠自力
念佛人靠阿弥陀佛，无与神加持，由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太奇妙了。其他这个法门我们去修，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。修这个法门，稳稳当当可以得到。而且晓得，诸佛菩萨一切作用，现身说法，全是自性般若光明为基础。所以说，是法即是此光明，不离是光说此法。这个词是任何一法，不是指某一法。无论是哪一法，无一不是自性光明所现的。彼苦天人圣，这是讲最低的，凡圣同居土的天人，有神光，有定光。神光定光是常光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场所，你都能看见，这叫常光，不是放光。放光有放有不放，放的时候你能见光，不放的时候见不到。常光是一切时一切处都见到的。这个常光正是智慧成就，说明什么呢？你智慧往外透，开悟就往外透光明了。怎么样才能开悟？经题上说得很好，清净平等就能开悟。我们心真清净了，会开悟。平等呢，大彻大悟。后面这个觉字，觉就是大彻大悟。一佛力护佑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在保护你，保佑你，故智慧殊胜，如来所证究竟圆满的佛智，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最上甚智，悉皆照料啊。这个五种智就是转八识所成的五种智，八识成的四智，密宗加了一个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这个五智到后面有详细说明，故云成就一切智慧，成就一切智慧是理，
实体，获得无边辩才，这是其用，这是现象，是其用。辩才无碍，这是相啊。作用是帮助别人破迷开悟。辩才指善巧演说法义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你看。说是说明。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义理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呐！在菩萨身上能看到，这个。根利的，不必说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中下根人不行，看了还不清楚，没看清楚，必须加以说明。言是现身说法。说呢是用言语开导，从前老师确实是这样的，是以言为主，你比如叫婴儿，这就中国人知道。小孩一出生，父母就要教他，怎么教呢？做出榜样给他看。小孩睁着眼睛会看，竖着耳朵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父母在家庭，过去是大家庭。这个孩子父母在，祖父母也在，曾祖父母也在。你看他的父母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父母，就他的祖父母，他就学会了，将来他就懂得怎样孝顺自己父母，孝顺自己祖父母，曾祖父母。所以要演呢，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小孩念的，小孩不会念的，他还不会说话了。完全是父母、家里面的大人，在孩子面前，言行举止都是端正规矩，演给小孩。这叫扎根教育扎根教育全靠演。演多久呢？演3年。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3岁看80。你看3岁这1000天扎下去的根，好的模样他全学会了。80岁不会改变，这种教育举世无双啊！外国找不到啊，只有中国有，印度有。中国古人还有两句话，说“子不教，人心坏了”。
架不起社会乱流。啊，儿子、女儿，没有这三年严格的教育，他会变坏。人心坏了，啊，现在没有人懂得了，所以做父母的人常常感叹，儿女不好教啊。做老师的人摇头啊，学生不好教啊。啊，我们做学生、做儿女的时候，没听过这个话。家里面社会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儿女不好，不好教，学生不好教，没听说过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？那个时代的老人都懂得，都有这个概念。啊，不管父母有没有读书，认不认字，他都懂得教小孩。啊，教小孩这一套本事，世世代代老人传下来的。啊，你有了小孩了，你想想看，你小时候，你的父母怎么教你？你现在如法炮制就行了。啊，那你要改一个方式来教儿教儿女的话，出了麻烦，你自己要负责任。啊，中国这套方法用了几千年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今天我们把这个方法丢掉了，采取外国人的方法。问题出来了，啊，还在研究，为什么外国人教得好，我们教不好？我们还没有学像。啊，没有一个人回头想想老祖宗，大概是因为宣传时间太久了，老祖宗落伍。老祖宗跟不上时代，老祖宗东西应当全盘淘汰。现在人都是这个观念，叫新观念。啊，可是现实问题摆在面前，不能解决，这个头痛啊。对老的东西怀疑，怀疑，学也学不像。啊，老祖宗东西不准怀疑，要用真诚恭敬心才能学到。没有真诚恭敬心，释迦孔子来教你都没用。你都学不到。啊，印光大师常讲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你就得十分利益。现在人沉静心没有了，所以什么都学不到啊。啊，你问我，我学了一点皮毛，啊，可是这一点皮毛在这个时代很有受用。啊，这感恩父母。啊，小时候教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
啊，这个教育根深蒂固啊！啊，沾这么一点点光啊，边缘呢、啊？啊，所以这个生遇到三个老师啊，如果没有这一点边缘，一个老师都遇不到。老师不教你，老师在学校，老师不教学生。啊，我是亲近方东美老师的时候才看到。啊，这是当时在台湾。著名的哲学大师啊，我跟他学哲学啊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啊，目的呢是想得老师同意。我可以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他回我一封信，因为我在他家见面，我就去到他家拜访。我们没有人介绍，毛遂自荐。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：“他说现在的学校，这是62年前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”他这几句话我没听懂，啊，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。他不同意我去旁听，我的目标达不到，我很沮丧。啊，真想学，机会没有了。好多年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那么他在学校教书啊，他自己说：“我们现在这个行业，就教书啊，是误人子弟啊，不是不肯教，是学生不想学。”教了没用啊！所以一般我们明了了，小学读书很用功，中学还用功，高学很用功，到大学进了大学就不用功了。啊，为什么？等到拿文凭，他不想再念书了。啊，少数想去拿博士学位。还用功，绝大多数混文凭啊，老师还要教为生活，他不教书没有收入，这生活有问题，所以老师为了钟点费，学生为了文凭，各有各的目的。那么老师考试把题目都告诉学生。每个学生都考得很好，目的达到了。啊，老师上课欢喜讲一点皮毛，没有事情跟大家讲讲笑话，那就下课了。
学校真的学不到东西了。啊，不能怪老师，学生心不在焉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给我谈话，一定要我心平气和。啊，浮躁的那个心态啊，完全停止了，他才肯讲话。我们还有一点心浮气躁的样子，他不说话。啊，他陪你静坐，有的时候会坐一个多钟点，一句话不说。那为什么？心浮气躁，讲话没用，所以右耳进去，左耳出去了。你心不在焉，专心倾听，他就会跟你讲。啊，那么学校的老师看到学生不专心学习，就算了，马虎了。啊，听说现在学校，学生跟老师平分，学校下个学期还用不用这个老师，要看学生对老师的评分。师道没有了，师道没有了，教育没有了。啊，教育没有了，这社会能不乱吗？大自然间的变化，第一个因素还是众生的念头，众生念头善，啊，自然环境没有一样不善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心不善，那么自然环境也就不善。佛经上这个道理说的很多，最近才被量子力学家发现，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环境。物质环境里面最大的是星球，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意念如果真正集中，那个能量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轨道。啊，这是最近科学家发现的。佛经3000年前就说清楚，说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教学一定要重视因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给我们表演，一生都在做榜样给我们看。他所说的全都做到了。啊，做不到的决定不肯说，所以说的话了才有人相信呢。下面经营书院，啊，这是小会员的话，也能辩了，啊，辩是辩论，了是明了，语能才巧。我们讲口才，讲辩才。
啊，故曰辩才。这都是人之所爱呀、啊。又诸菩萨说法之智辩，就是智慧辩才，称为四无碍智。啊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四大类。这四大类称为无碍的智辩。啊，那么又称为四无碍解，啊，或者四无碍辩，啊，意思都一样。第一个是法无碍，法指的是什么？名句文，名是名词，叫名相。名词术语啊，句说话要成句，一句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啊，若干句合在一起说明一桩事情的原委叫文，文就是一段。你看一个词，一句，一段，能全之教法，它里面讲的意思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体会到，这叫教法啊，名之为法，叫法无碍啊。啊，能全之教法，这个全，全有具的意思，具足，有善的意思，有善巧，有言也，言语。啊，这个人很会说法，说得非常巧妙，啊，很深的，他能用很浅显的句子叫你能理解，很复杂，他用很简单的句子叫你听得很清楚。啊，这都是语言的善巧，语言的无碍。啊，所以这叫做法无碍。啊，这就是在文字语言上通达没有障碍。第二个呢是意无碍，意是说的理，知教法所全之义理而无碍。啊，对于教法里头所说的理，通达明了，没有障碍，他才能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啊，第三种词无碍，啊，词就是我们今天讲用词，用词用得很恰当，有文学的修养，与过地诸方之言辞通达自在。啊，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字语言不相同，它都能通达无碍。啊，这个叫词无碍。最后一个要说无碍，要是爱好。啊，这个字念去声，不念乐，乐是快乐，啊，这个念要，啊，要是要好，爱好，
啊，就是喜欢说法，喜欢教人。啊，上面这三种智，为众生要说自在。啊，喜欢教人，这在三种布施叫法布施。啊，而且教人决定没有保留，尽心尽力，所以和盘托出。啊，我们确确实实遇到过有能力教人的人，他只教一部分，自己还留一些不教人的。啊，目的是怕别人超过他。这叫令法，令法将来的愚痴果报，这一生不肯教人，教人不肯尽心尽力，啊，都是得愚痴果报，夜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。帮助别人要痛痛快快啊，帮忙要帮到底啊，要尽心尽力了，功德是圆满的。啊，不能尽心尽力，都是愚痴果报。啊，但是不能尽心尽力的人多。啊，尽心尽力的人一定是很细心谨慎，明察秋毫。啊，他想的看的面面周到。啊，他看得深看得远，眼前叫你吃一点苦头，后来一定得大好处。啊，我们真想成就一个人。啊，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大乘佛法，如果后继无人，他就会绝灭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这是人类无价无比的宝贝呀！能救自己，能救众生呢？要没有人乘船了，多可惜！啊，所以我们遇到可能乘船的人，我们就要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成就他，啊，不是为他了，是为整个佛法，是为整个民族文化承传。那，这个里头不能考虑到个人的利害，不可以。要考虑到国家的厉害，民族的厉害，整个人类的厉害，我们能尽一份心力。啊，这个事情有意义，有价值。啊，做出最大的牺牲奉献。啊，希望有人呢把它传下去。真正他发菩提心。
发真诚心，认真学习，啊，那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协助他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又名辩无碍，切于真理，其无碍之言说，名为辩无碍，就是辩才无碍。彼国人民，这是讲极乐世界的人民，人民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往生的啊，下品往生同居土人民，中品往生的是方便土。啊，是大乘里面常讲的三乘人，声闻缘觉菩萨，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，生方便土。明心见性的菩萨，生十宝土。啊，这是指最下面的人民，由于成就一切智慧，成就一切智慧，就是法身菩萨。彼国人民啊，也是法身菩萨，不可思议啊！故得了无边辩才，以四无碍辩弘言法要。弘扬演说啊，法要，法要是活的，现在众生需要什么法就讲什么法，就演什么法啊。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演什么法？要演孝亲尊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根。现在这个根断掉了，人不知道什么叫孝，不知道什么叫敬。如果这两个字没有了，所有一切正法全部要绝灭。为什么？正法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包括佛法啊，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孝道啊。中国文化从哪里来的？从什么地方出生的？就是父子有亲，父子亲爱里面生出来的那今天把这个根拔掉的根拔掉了啊，那些枝叶全部都倒掉了，根没有了啊。那么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的教育，全民教育，从婴儿到老人，通通要学孝，通通要学敬啊。对父母长辈有恩的人
要小，对一般大众要知道近。一切要从根本来起，不从这来起都是假的。无论怎么做，到后来都得不到结果。像种树一样，这个树苗没有根，插在土底下，几天，十几天就枯死。怎么培养也培养不出来。还得学中国老办法，到民间去找孝子。汉武帝制定的政策，举孝廉。让这些地方官员把这桩事情当作他政绩里头的第一条、第一桩。你替国家找到多少个孝子？孝而且廉洁。为什么？孝，他就能尽忠，为人民尽忠；廉，他就不贪污。国家的公务人员，各级领导，只要做到这两个字就行了。这两个字是他们的根。文化跟教育的根是孝敬。国家所用的一些人，他的根是孝廉。中国人讲的真简单的，一两个字就把问题解决掉了。我们现在目前迫切需要的要教育，就是孝敬孝廉，就是这个教育。这个教育包括佛教。我们学净土，我们的行门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要以什么为标准？敬业三福，这是我们的标准。敬业三福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看这四句行不行？这四句能不能救社会？这四句能不能救现在的地球？这是佛法的基础，这是佛法的根本。人能孝养父母，能尊敬师长，我们的生命得之于父母，知恩报恩；我们的慧命得之于老师，对老师能不尊敬吗？不孝父母。不敬老师叫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的人，果报都在地狱。人不惩罚你，鬼神不会饶过你的，哪有这种道理？
啊，对自己有恩有义的人，不知道报答，啊，反而有起心动念来伤害，这叫大逆不道啊！这个罪是忤逆罪呀、啊！啊，对的，陷害老师，就等于杀阿罗汉了。阿罗汉是老师。啊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破活火身，这叫忤逆罪呀、啊！忤逆是无间地狱啊，破坏一个活活的团体啊，一个真正修行人，这个罪过很重很重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弘严法要，看到这个句子，啊，今天法要是什么？要知道，啊，净宗学会当年成立的时候，提出五空，五个空，第一个就是三福，啊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三福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一条什么？用简单说，就是守法。人不守法，秩序就乱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没有法，没有规矩。啊，那么这是国家。迫切需要的，赶紧要立法。啊，古人讲治理作用，使社会呀走向有秩序、有条理，就不混乱了。啊，你看看每一个朝代，我们读中国历史是断代史，一个代一个代，一代一代的。啊，每一代，你看开国的帝王。政权掌握到之后，5年就颁布礼用，啊，国家就治理作用，颁布整个国家，人人都要遵守，秩序就社会就有秩序，就不乱了。满清亡国这100年来，没有治理作用。往后人写历史啊，没有礼乐的这个时代叫乱世，啊，在历史上称为乱世。啊，太平盛世，那是礼乐完全启动。全国人都能够遵守，啊，样样都有规矩，衣服都不能穿错。中国过去社会士农工商，穿的衣服不一样啊，人家一看就晓得你是这四种人里头哪一类的，便于行礼。啊，礼服上绣的花纹，表身份地位不一样。啊，便于行礼，就是尊优尊卑。不同啊，地位低的。要向地位高的先行礼，啊，所以叫章法
这个服装叫丈夫，啊，丈就是他绣的这些纹，代表阶级的。啊，最高的皇上，皇上衣服上绣的是龙袍，五个爪的，五爪，你看五爪那是皇上穿的，四个爪的秦王。啊，三个爪的贝勒，啊，大概皇孙第三代，啊，这丈夫一看就知道他身份，啊，颜色不一样，啊，有紫的，有蓝的，啊，有黄色的。啊，他都代表的身份阶级，不能乱穿了。啊，现在中国没有了。礼服是什么？西装。我们被外国人同化了。啊，我们用外国的礼服，就是外国人，就是中国从前讲的叫附属于中国，他们用中国礼服。啊，给中国朝贡，啊，受中国保护，啊，这是中国外围周边这些小国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一切从外国，受外国人的支配，受外国人的扶持，啊，完全用外国人理解，这是中国立国以来没有过的，只有这一次。以前动乱还没有受到外国这个影响，现在完全受外国影响，中国已经亡国了，你说多悲哀啊！礼亡了，乐也亡了，礼坏乐崩这在古时候，这是读书人最大的耻辱。你念的是什么书？那现在不读书了，现在古书不要了，读外国书。啊，好在现在外国人焦头烂额，这个动乱的社会，灾变的地球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们现在来找中国书，希望在中国书里头找一点智慧，到印度去找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等外国发现中国东西好了，我们跟外国人学中国东西，还不就这样的？啊，这是古人所说的“礼社求诸也”。中国人没有理了，到外国去。啊，外国要不学中国这套东西，他解决不了问题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们这么大的年岁。还要参加国际上这些活动，为什么？把中国这些好东西讲给外国人听呢？不是为别的，希望外国人懂得，外国人接受，外国人真干，然后中国人再跟他们学习。没有办法，啊，前几天我们跟澳大利亚图文巴的一些宗教领袖开了个会，
我们用传真，啊，为他们解答问题。啊，这个还不行。啊，五月份联合后，联合国还有一堂，然后到斯里兰卡去讲经一个月。啊，这些活动，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。帮助他们升起信心，来做实验田。啊，现在不做出实验，没人相信。啊，澳洲这次活动是他们确实把这个小城，啊，我在那里住了10年，图文把这个小城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这好事啊！啊，今年有这个机会，在联合国宣布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让大家都去观摩，都去学习，去考察。啊，规模比我们2006年在汤池做的规模大。啊，汤池做的居民只有48000人，这个小城现在居民12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语言，10几种宗教。生活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说明不同族群在一起可以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把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信仰都看作兄弟姐妹一样。互相尊重，没有排斥，啊，没有批评，啊，只有尊重、团结，啊，这个做好了很有意义，啊，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去看，啊，去学习。啊，那么下一步，我们还希望由国家来做，做世界上示范国。啊，马来西亚想做，斯里兰卡也想做，斯里兰卡会做一个。佛教示范国家，这国家完全修复，啊，他们有很好的基础，全民修复，他们修复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口头上修复，没做到，他们真做到了，啊，将佛教的文化落实变成他们的生活。这个太难得了，我们都没有想到地球上还有这么一块地方。啊，佛教文化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
斯里兰卡政治是佛教的政治，是十善业道。六合敬，三学六度的政治，这不可思议。我们不能不帮助他。这么好的技术，马来西亚慢慢会推动多元文化、多种族、多宗教和谐示范的一个国家。我们感到非常欣慰。这法药，今天的法药，对全球来讲，就是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之药。全世界的人都要应当学习。那么我们调查，问了很多人，还没有发现反对。我们将这个英文翻译本送给大家，个个欢喜。有一些国家领导人看到这是真实智慧。都是感到得到太晚了。要十几二十年前遇到多好，感觉太晚了。世界上好心的人士不少啊，没有遇到方法，没有团结起来。遇到方法团结起来，确实能把这个世界带向和平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页，34页。善谈法要，请看经文。善谈诸法密要，摄经行道，于汝终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第16章。最后的一段，我们看注解：善谈诸法密要，乃第34。善谈法要云：密者，密奥之意，言法门之深奥也。这佛法里面讲的密意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大概都不是好事，不可告人的。佛法里是完全公开，完全透明，没有丝毫隐瞒的。但是离根四都有很深很深的现象，所以佛也用密这个字，这个密是深密，太深了。跟一般人讲，确实他不懂，他听不懂，他无法接受。所以佛陀的教学就分等级，最高的等级跟你说诸法密要，上中下根性
不谈这个问题。又有秘密之意，言法门隐秘，那不是秘密，不宜示人。啊，难到什么程度呢？说也说不出。啊，所谓不可思议，不可思就是你没办法想，你想不出来，你想就错了，也说不出来。啊，所谓是言语道断，说不出，心行出灭，不能想。啊，你不能说不能想的时候，豁然大悟，他真明白了。明白之后怎么样？明白之后他也说不出来，他也无法想象。他也说不出来，他明白了。啊，怎么样才能明白？离开言语想象就明白了。啊，所谓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豁然大悟。啊，你有起心动念，你不了解他。你有分别执着，你更不知道的。啊，譬如我们讲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没有本体，这东西从哪来的？啊，宇宙之间，万事万物从什么地方来？它总有个体，体有真有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它，但是六根缘不到，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。眼耳鼻舌身缘不到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心想也想不到。这叫言语道断，心先出灭。你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思了，哎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他就见到了。啊，不得已给他设个名相，叫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在佛法就叫成佛，就叫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它并不是神秘，并不是秘密。啊，确实存在，而为一切法的本体。密要者呢，如《法华文句》五蕴，《法华文句》，智者大师所造的。对《法华经》的注解称为文句。啊，这里头说四十余年运载佛性，他无智者，故名密。世尊说法49年，真的40多年，佛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从来没说过。为什么没有说？别人听不懂，说了没用。啊，你跟他讲，讲不清楚，他的疑问一个一个追来问，所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问到底，他也听不明白。为什么听不明白？他的思想太乱了，妄念太多了。这个东西要清净心才能明了，他心不清净，
啊，所以佛只有不说，一乘之道，总摄万土，故言要。要什么重要的？啊，怎么重要呢？这是一乘法的指导，不拐弯的。啊，它总摄万土，就是总一切法。你只要把这个抓到了，一切法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法是什么？这法就是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，我们的心不明，我们的心有障碍，因为有障碍见不到。啊，心不明，见不到心。啊，那么佛教的佛确实是有方法。这个方法要对，上上根人啊，这种人才行。上上根人什么什么根人呢？妄念少，烦恼少。越少越好啊，我们讲心单纯啊，这种人容易接受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少，在佛法就叫定功，越少定功就越深，能够达到八地菩萨，那就全明白了。佛只要说一两句话，他就全明白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宇宙万物之奥秘，圆满通达明了啊，这是自己的本能，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不但人有，畜生有，蚊虫蚂蚁也有。啊，再跟你说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树木花草有，山河大地有，一粒尘沙有，一个汗毛端都有。说得这么神奇，啊，佛说的话，句句是实话。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的。也没有一句话是夸张的。句句都是老实话。啊，等待根熟的众生去证明。啊，今天尖端的科学家所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，啊，还有许多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证实啊。啊，是诸法迷药。信来迎而不传啊，我们接着看下面。
莫之为密。啊，佛不说，不传。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加强疏第九说，言语离轴，言语很简单，啊，很扼要，但是理讲得非常圆满，就像贤首过世的《望经还原观》，文字确实不多，啊，说理说得非常圆满，啊，这叫简要，啊，这个称之为要。昔来呢，隐而不传，其实向来40多年来，佛没说，啊，这叫密。《法华经》法师评语，这个密要是什么？密要就是讲的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法师评语。此经是诸佛密要之藏，不可分布妄收于人。啊，这不是秘密，因为它太深了，一般人看不懂，也听不明白。要什么人才能通达呢？接受过阿含的教学、方等的教学、般若的教学，那么佛这个三类的教学总共花了40多年的时间，啊，42年。有这42年的基础，可以学法华。啊，没有42年基础，法华经你学不懂啊。这个经，古来祖师大德把它判作一乘圆教，啊，一乘的圆教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经里头只有三部，啊，第一部《华严》，第二部《法华》，第三部《梵王》，梵王没传到中国来，啊，这三部大经呢，两部传到中国。啊！可是后来我们又发现，密钥里头还有密钥，那是什么呢？无量寿经。因为华严法华到最后怎么成就的？全是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啊，那么这是密钥啊，找到密钥了，我们就这一步就够了。那今天要和天下和谐，有没有办法？有。什么办法？群书之要，和谐天下。啊，不难做到。啊，今天有卫星电视台，有网际网络，每一个卫星电视台，每一个网际网络里面都有一个频道来宣扬
我相信只要一年，天下太平，人民都会回归到盛世，啊，太平盛世，幸福美满，不是做不到啊！这么好的工具，不能把它用错了。不要想人都是坏人啊，好像现在人都喜欢看《杀盗阎王》。这些正经片子没有人看啊，没有人收看啊，电视台播放这个没人收视，他就要赔本了，他怕这个。这个观念错了啊，我们这些年讲经用卫星电视，我们不打广告，我们不向人化缘啊，只是在我们讲经当中啊，打上这个电视台的银行存款个号码，就有人看的人呢，寄钱给我们，这个钱就能维持。可见的收看这个节目的人不少啊，因为他们的捐款数目并不大了，啊，有几块钱，十几块、二十块，啊，全世界的人就多了，所以足够可笑啊！居然维持到今年第十一年啊，网络开销就更小了，所以它不难。如果是一个国家政府来做，轻而易举啊，花很少的钱呢，就把人都叫好。啊，只要养几个老师，啊，今天群书中要重要，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的人都欢喜。为什么？通通能得到利益。这里面就是最高的智慧，最极善巧的方法，叫什么？叫管理学，从管理自己的身体做起，啊，管好我们身心，管好我们家庭，管好你的事业，管好你的国家，管好这个地球。智慧、方法、经验全在这本书里头。这本书是中国四库治道的精华。叫制药啊，制药的精华啊，迫切需要的就这一步就够了啊。唐太宗给我们准备好的大唐盛世就是这部东西知道的啊，成就的。我们今天做整个地球会变成大唐盛世，这值得弘扬。啊，应当来开这个频道。啊，国家不办呢，我们民间也可以办呢。啊，我们找一些老师专门来学习，花上十年时间，个个都变成世界第一流的专家。啊，这一部书的来源是从65种经史子里面提炼出来的。
啊，那么有65个人，每个人专攻一样，就有一部活的群书之要。啊，这个群书之要天天去讲，人民都听懂了，都听明白了，醒悟过来了。啊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懂了，都明白了。他就不一样了，就全都会了。啊，所以全球大唐盛世，这个缔造不困难。啊，像唐太宗讲，这一部书能救全世界。啊，他说这个话。我相信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